稍微小喘，但是还是猛飞，应该还算。对，我们接下来要扮演的托尼教练，我们必须是神阿神。我们期待，我期待这场，我期待这场。那你觉得对托尼斯相信有些？有有信心吗？他刚打完了，我就打不行，打不行。对，然后他打完之后，应该就是要承受那个压力吧，因为毕竟先抢先不一样，而且先抢先对不对？别人都看，加上帅，现在全部线上的观众应该就是在等这一场。他是三分钟 ，Toys 到底要怎么样来对决冠军？没错，那冠军是想看下去。好，哦，先立后立啊！哇，完了，稍有余的算 Toys 冠军。对，真的，真的，不要说啊，一拳直接顶过去，哇，那个方向示意让 Toys 多做一点攻击，他都是连上。攻击完之后，他就会有一个步伐落后，就是对这个部分是做这样。没错，没错，做太难，冲的。他现在最就是不要想着可以打出很重的攻击，应该是要一直接到对手。对，因为毕竟现在短时间内没办法直接对手。而且这个部分呢，我觉得看到托尼斯有一个好的地方是他的拳击的组织，是拳击跟上勾、左勾，就比如说他有各个方向的一个拳。对他之前只会用霸拳，然后还有拳击，哇，那是他什么叫？没有没有，他学的好，真的有非常有天分的一个，应该说选手，毕竟电竞需要身体，没错，哇，这个右手直接往这个馆长的下巴攻击，而且他也是做的很好的地方是他的膝盖的转身，对对，然后这个三个人，哇，这个三个月，说三个月有三个表现，真的是这样。真的三个月练的这样，好，下刚刚想想用这个体型优势吧，都是带到地板，但托尔斯哇，真多，还有火腿。接下来呢，哇，这边呢持续往前压，右手的勾拳看起来是非常有关系。加油啊！哇，又是一个哇，再来，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动作，弯度，但是就是从侧面哇，加油，到手边的这个头架，这就没救了。哇，这个头发是要缩掉了。哇，这如果是直接压力下去，托尔斯的话是一定要穿得起。对，现在进入风控箱，但是穿到现在看起来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耗损吧，毕竟是连续三对三位选手，就是很累。然后比赛就知道三位很累。哦，如果其他线上观众都觉得哇，这真的好像没什么快乐，真的自己来去哇，打到下场啊！哇，还是哇，这个是设计好的。馆长现在被两发哇！觉得这个也是蛮有可能，因为毕竟压迫感很大。然后说，我相信，因为他是高一比馆长差一些了，没错。相信不是故意的啊，不是话说，应该没那么脏吧？那我们要请到轻松医生，就是要上心了。而且现在不错，他的身体的动作开始都是，对，这律动感非常好。而且他的右手，我要提醒周围人，如果在看这个直播，要是看到任何操作或者 overhead， 可能会不小心直接捞到这个。但是这边可能要稍微注意，要提高他的膝盖，对，太高了，会拉比较紧。那如果周围人的这个重心稍微多一点点，对，很霸道的转头，这没错没错。这个短时间内。是要调整哇！这边左右切换之后，侧面哇哇！刚刚这个勾拳上勾拳的吗？又是吗？又是吗？我在上场聊天是可以的吗？就激怒对手，激怒对手哇！连续两发这个很重野兽的开玩笑。是往右边走，但是馆长想把馆长是还是要最后十秒钟。好，现在这个哇，这边有个非常大的哇，几人的体格的差距，这应该要就他是直接把都压在中间。好，这样子刚开拍手，这个哇，加油！连续中三位选手，车轮战这个我们只有在外面这个，我上次看到是大学生，真的。在台湾直接观战，这表现出很多。好，那我们要来看一下，就是请雨神高成功分享一下，就是 Toys 刚刚的表现。
刚刚打的也不错，基本上你刚刚说的他是相对稳健的，没有像那个就是一拳想要把他打死的前后应该。因为之前我看你们在去对练的过程，他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，就是他会会很大的痛。对对，这个部分的话，可能是会很明显，就是说哦，今天的托尔斯是很知道怎么样控制。对对对，然后在攻击的过程又在观察对手，就是在看，对，做一些反应。啊、就算观察，其实量级很大，非常大，看起来我觉得还是有。就算是说在情绪的一个状态，其实基本上正是他去说要去做这个，在短时间内也是没办法。对对对，但是你说拳击的一个组合，还有进退应对进退，我觉得都是我真的蛮惊艳的。所以现在线上观赏这个时候，观众们应该会对 TOS 有点要